进房间以后，你把所有灯都关了，然后你给我唱生日快乐，我38岁了，没有过过一次这样的生日，真的。你那一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。我就是让你开心姐。其实你每天上班走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就盯着大厅那表，我就看，从上午看到下午，我就想等着你，等着你回来。我感觉你回来我给你做顿饭我都很开心，真的。姐，咱俩真的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你那天还说，你说我将来找媳妇要找像姐这样的，你要如果嫌我胖，那我现在也减肥了，现在如果还不行吗？我还继续减，我为你我已经瘦了28斤，你知道吗？